乱说的啦！你再乱说的话，我就永远不要跟你好了，我永远要跟你结巴断，我永远不要跟你。你跟他们说，妈妈没有打你。爸爸没有打我。小肖，你跟他们说，我们都有带你去儿童乐园玩。他们都有带我去儿童乐园玩。你跟他们说，我们都对你很好，我们都很疼你，我们都对你很好。他对我最好了，他半夜会进来我的房间，跟我一起睡觉。没有，他还会给我抱抱。你住嘴！他对我最好了，